我现在来到刚刚从 The Hole of the Rock 上面看到的这个湖泊的旁边来看看，这好像有一个可以办 birthday party 的一个地方啊，因为已经有人放气球在这边了，有点尖尖的。这个湖泊从上面看，感觉像是个绿洲一样，很漂亮。哎，湖里面有鸭子吧？把它近点看一下，这个鸭子，黑色的鸭子呢？还是边鹅？我是在摄影，我知道，我教你怎么摄影。好，我们现在由昭仪来负责摄影，然后由瑞虹来负责把鸭子吸引过来。我还以为你要说做假鸟是吗？要多哇，好大哦！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摄影啦。抢回我的手机啦！好，走吧，去吃饭吧。哇！兔年，真是艳阳高照啊！这边亚利桑那州的太阳感觉是会让皮肤觉得刺刺的。昭仪说他很想 Camas， 因为 Camas 的湖水不会这么脏。我觉得还好吧。他们已经来办生日 party， 在这边充气球了。味道真的是奇了。这边我们回去我们的车子那边，应该准备要去吃饭了吧，肚子还蛮饿的。等一下一点瑞虹还要去上班。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往 Phoenix 往南开的一个地方的一个 Papa Go Park。 Bye。